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世界，非常富有的世界，那完全是勾财天女到了所有的这个净土里面，把它最好的全部勾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八功德水啊，还有七宝行树啊，那个帝王天珠啊，帝王啊，帝王天珠啊，黄金铺地啊，还有这个七宝的这个宫殿，全部都是勾财天女去勾来的。啊，在佛国净土上最富有的就是勾财天女，他是最伟大，而且是在佛国净土的财神，啊，比这个娑婆世界的财神更加的高。你修这一尊呢，就等于到了净土，修这一尊呢，也就等于是跟阿弥陀佛相应了。这一尊相应也等于跟佛相应，所以这一尊是最伟大的净土的财神，是最高的财神。